17:17在新竹那拍摄，是754次进入南回线港彰化的1213南海电铁彩绘25周年蓝色54号蓝武士电筒，新式自动门局关好，准备驶离。新左营站，绿灯 all right， 754次的局关好，准备驶离。发动了，好，改了一个更好的蓝武士，准备发车了。感谢各位观看。754次进入南区港彰化的1213南岸电铁彩绘25周年蓝色54号蓝武士电筒，新式自动门局关号，驶离新左营站，拜拜。